你看，在骑大白鲨。哟呼！哪句话错掉？哟呼！啊！你怎么变成蜂蜜蜂人了？你变成这样喝。你变成蜜蜂人。嗯。哇！蜜蜂人在吃早餐。这个吃早餐，那个吃早餐。阿伯，阿伯，阿伯，姐姐，我那个要用面纸擦。面纸？对呀。擦干哈，好，先放着，来先吃早餐。你等一下可能还要擦，放桌上就好了嘛。走起来。折起来啊，要带去学校给校老师啊。不行，因为我这是我在睡觉。嗯。对，真是太好吃了吧。哇。爸爸，你很久都没有吃过好吃的吗？对啊。